老公，来亲一个。后面有人。哎，没事，信了吗？后面有人。没有。怎么好意思？有什么呀？那、哎、我不好意思，要不我把眼睛闭上，你自己来吧。你看，亲不到人算了。不起啊，医生，我有选择恐惧症，每次做决定的时候都是犹豫不决，你怎么办呢？这还不简单呢，超能力决定呗。下一个，医生，我不能告诉你超能力决定了吗？你看我泡哪个面纸好啊？